台长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你帮我看啊，这个男的啊，我跟他的啊缘结啊，1970年属牛，还有缘分。好念，还缘分。我会。你儿子啊，还是你老公啊？早被七十年了，不是儿子。你儿子嘛，好了，不是儿子啊，不是儿子，下葬七十年，很老了。七十年了，像你这种七十年是牛。你记住我句话，你任何婚姻这辈子你注定了就是被人家欺负的，你前几次婚姻也是被人家欺负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才有过一次。才有过一次，接下来这不是第二次啊。你在第一次之前跟人家谈恋爱不叫一次啊？啊，就是一次罢了。结婚之前没谈过恋爱啊？结婚之前没有。再讲。没有超过一年的，就是没有超过一年，好的不得了的那个，瘦瘦的。再讲。但是他的没有超过一年。没有超过一年不管的，你跟他关系好的不得了的，听得懂不啦？哦，这种智慧，你这种智慧，人家好过一年以上，人家老老实实的话就没关系。你好过半年，你只要经常跟人家有这种夫妻关系的话，你就算了一个了。你听得懂吗？台长，除了我以前的老公，其他男人没有过什么关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跟我讲了。哦，对不起。瘦瘦的呢，我告诉你，这种智商，你老老实实，如果你不缺钱，一个人能够生活，像你这种人，我觉得你最好一个人生活。骨头轻的呢、哦、你为什么非要去找个人来管你？也为什么非要找个人来骂你？为什么找个人来吵架？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。你又不是没有过婚姻，你又不是说靠了其他，不靠其他男人你活不了的人。嗯。明白了。为什么这么贱呢？非要找个男人啊？我都不知道啊。嗯。你自己，你记住，很多离了婚的人，孩子，你再去找一个男人，连孩子都不喜欢呢，孩子都看不起你。然后呢，看见自己老公对孩子不好，后面这个后爹来了，你说孩子也这地方趴的，又想帮又不想帮的，你这种感觉，这种 feeling 你怎么不知道的？你这不懂的，你一个人自由不要，你非要去找一个人来管你啊？嗯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